同学们，咱们接着上堂课，讲二甲附脉汤、三甲附脉汤和大丁黄竹。滋阴养血、牵阳息风，可以用这三个方剂。它的组成，二甲附脉汤是加减附脉汤，加生牡蛎5钱，生鳖甲8钱。三甲附脉汤是二甲附脉汤，再加生龟板1两。大定风珠是三甲附脉汤，加鸡子黄5味子。加鸡子黄5味子。但是为什么不说大定黄珠是三甲附脉汤加鸡子黄5味子呢？药是一样的，大定黄珠和三甲附脉汤的药，除了鸡子黄5味子之外，其他的药是一样的，但是剂量不一样，剂量不同。二甲附脉汤是在加减附脉汤原方剂量不动的基础上，加生牡蛎5钱。生鳖甲8钱，三甲附脉汤是在二甲附脉汤剂量不动的情况下，再加龟板1两。而大定风珠，药物虽然是三甲附脉汤的药，但是剂量不同，再加鸡子黄5味子。为什么？下边咱们分析。大家看，二甲附脉汤和三甲附脉汤就是一味药之差，就差一个龟板。在什么情况下用二甲？是在真阴耗损的前提下，真阴不足，是加减附脉汤症出现手指淡绝蠕动，有虚风内动的表现，中风了，加生牡蛎、生鳖甲，这两个药都是咸寒，特别是鳖甲。有滋阴作用，生鳖甲滋肝阴、滋肾阴，有滋阴作用。同时，他们两个都是甲窍啊。牡蛎是棒窍啊，鳖甲也是甲窍啊，所以叫二甲。重镇前阳，治下焦如泉，非重不沉，就体现在这儿。不用重镇的药，沉降的药，阳气牵不下去，所以用他们重镇前阳，加这两个甲。在什么情况下用三甲？在二甲附脉汤症的基础上，再出现心中丹丹大动，甚则心中痛，加生龟板1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龟板甘平，它能够镇心安神，牡蛎和鳖甲没有这个作用，它不入心经。龟板除了能够补肝肾、重镇前阳之外，它能够镇心安神，所以在心中丹丹大动，甚则心中痛的情况下，再加一味生龟板。如果病人非常危重，大小便俱无，时时欲脱，马上就要亡阴，亡阴之后就是亡阳。病人非常危险，时时欲脱，马上就要虚脱亡阴亡阳的情况下，就用大定风珠。大定风珠的药量、药物剂量，生白芍6钱，阿胶3钱。大家看啊，生龟板不是1两，而是4钱。甘地黄6钱。麻仁2钱，5味子2钱，生牡蛎不是5钱，而是4钱。麦冬6钱，炙甘草4钱，鸡子黄2枚，生鳖甲不是8钱，而是4钱。就是说，大丁风珠里边的牡蛎、龟板、鳖甲，剂量都比二甲、三甲少，减量了。
所以啊，它不完全是药物的加减问题，剂量也有变化。为什么？吴鞠通说，这个症候，此邪去八九，真阴仅存一二之治也。这个方剂啊，是邪气已去了八九分，没什么邪气了。真阴仅存一二，邪气去了八九，剩了一二，真阴也去了八九，也剩一二，是马上就要虚脱，马上就要亡阴亡阳，是这么种危重的情况。所以以大队浓浊偏阴塞系，用了这么个词啊，大队浓浊，什么作用呢？偏阴塞系。大队浓浊指的是什么呢？阿胶、牡蛎、龟板、鳖甲、鸡子黄，这些药都是动物药，都是血肉有情之品。除了牡蛎之外，都是滋补药，也可以叫填补药，血肉有情之品，大补元阴，滋阴补血，补的力量非常强，所以叫填补。所以填阴塞系，填补阴液，给它堵窟窿，肝的都裂了，他把这个裂味给它堵上，这个形容很贴切，用填补的药来填阴塞系。但是这些药浓浊，它的汁儿很浓，另外味儿很大，腥，很不好吃。王孟英给他个评价说，定风珠一派腥浊浓腻。血肉有情之品说起来好听，实际上并不好吃。一派腥浊浓腻，无病人说没病的人，胃气弱者亦难下咽，胃气不弱的也不好咽，这个药很难吃，味儿很难闻。如果厥约欲脱而进此药，病人昏厥知觉，又有干呕恶逆、胃气败绝这种表现，就要脱了进此药，是什么结果呢？是速其危矣。就是说啊，这个药进去不是治病，是送命，因为他胃气已经败绝了，再给他这种药吃下去以后接受不了啊，吐出来，在这种情况下再一吐，病人肯定就完，胃气已经败绝了，再一吐胃气就全吐出来了。所以这种药呢，给这种病人吃等于促他死。这个说法对不对呢？这说法很有道理。这种药说起来好听，吃起来难，健康人确实都不愿意喝。这种病人他昏迷，是啊，你给他喝他就喝，你喂他吧他是能喝，喝完以后他胃不接受啊，他吐啊，胃气本来就不吸收了，确实是有这么问题。但是又有什么办法？王孟英批完了叶天，批完了吴鞠通，下边他没下文了，就他也找不着好办法呀，本来就没有办法的办法嘛。吴鞠通意识到这点没意识到这点？说得很清楚啊，故以大队浓浊天阴塞系。他知道不知道他浓？知道，知道不知道他浊？也知道。那他采取什么办法？二甲、三甲定风珠，一级一级的往下来，一个药一个药往上加，能少用一味就尽量少用一味，是吧？生牡蛎、生鳖甲，他不加龟板，心中单单大动了，那其他药没有镇心作用啊，加一味龟板镇心，你只能往上加呀。到要欲脱的程度，没办法了，加鸡子黄五味子，加上鸡子黄五味子之后，五味子倒没有问题，主要是鸡子黄，加了之后
马上就减量，其他量都减小，既要取它的作用，又怕它浓腻，所以就减量。这是不是大将诲人以规矩啊？这也是仁者之心呢。他吴鞠通看得清清楚楚啊，这个方剂从理论上说很好，但是吃起来确实是难，所以在能不用，能少用一味啊，尽量少用一味，不让它那么浓腻。但是不用不行，加药减量。你从他这个方剂演变，你能看出这个道理来。为什么说大丁方珠不是三甲附麦汤再加鸡子黄五味子呢？它药量都减小了，辛浊浓的药都减量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个古人处方考虑的是很全面的呀，所以大家从这里边可不可以看出来，一个看他组方的思路，这个方剂整个一系列是从《伤寒论》的附麦汤发展而来的，变成了加减附麦汤。加减附麦汤、救逆汤、一甲附麦汤、二甲附麦汤、三甲附麦汤、大丁方珠，这个系列方剂吴鞠通把它叫做附麦备。备就是这一类的意思，是附麦这一类的方剂。它这个附麦备呢，是加减附麦汤的附麦备，是温定的附麦，就是这一类的方剂。用咱们现代的话说，就是系列方。这个系列方是越往上加药是越难吃，但是你不加又不行，就采取加药减量的方法。大家看呢，这个它还有加减法，在这个基础上还有加减法。最后那两行，喘加人参，喘意味着什么？这种喘是什么喘？是虚喘，它不可能是张口抬肩鼻翼扇动，这种喘很微弱，实际上啊大概就是潮湿呼吸了，那种喘倒气儿，那说明要脱了，是肺气败绝的表现。加人参，大定风珠里边有麦冬吧，有五味子，再加人参就是生麦散，补气生津固脱。加人参的目的是补肺气，配合麦冬五味子固脱。自汗者加龙骨、人参、小麦。自汗也是绝汗，是要亡阴、亡阴、亡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津液都枯竭了还出汗，它不会是大汗，但是这个汗出的很危险，是绝汗。津液都虚到那种程度再出汗，不更伤津液吗？所以要敛津液。加人参配麦冬五味子，敛汗固脱吗？服小麦益心气，汗为心之液，汗出伤心气，耗心阴，所以加服小麦益心气。加龙骨震慑潜阳止汗，使阳气下潜，它有固摄作用，能够止汗。悸者就是心中单单大动非常严重的情况下，可以加茯神、人参、茯小麦，养心安神，益心气。又有这么几个加减，加上之后还是大丁方珠。但是到这个程度啊，怎么加效果也不好，这是事实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气愤阶段。为什么说气愤症是温热病的极期，也是个转折期呢？因为它邪气盛，正气不衰，那个时候及早治疗，该清就清，该下就下，但是你不要误治，不要误汗。那个阶段如果把病情控制了，它就不会向这个方向发展。如果发展到这一步了，这些办法都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治病留人也好，留人治病也好，效果并不好。附带着说明一个问题，如果下焦足少阴真阴耗损，上焦的手少阴还有内壁，就是啊，上边
这么一种情况。两个少阴，当然呢，两个少阴就包括两个厥阴啊，因为心和心包是一回事，肝肾同源，这两少阴实际上包括两个厥阴。手少阴正位罢，吴敬通叫舌短，舌短就是舌减呢，舌体短缩，转动不灵，神昏。这是什么问题呢？心窍闭阻，就是痰热蒙蔽心包，上边窍闭，痰热蒙蔽，下边真阴大伤，这怎么办？这可不可以同时出现？可以啊，这个症可以往这儿发展，这边已经真阴大伤了，上焦的手少阴症还没办，可以啊，既有窍闭又有亡阴，怎么办？上边开手少阴之闭，用什么方？开手少阴之闭，牛黄丸、紫血散之类，用安宫牛黄。下边怎么办？附麦贝。那根据具体情况了，或者加减附麦汤，或者一甲，或者二甲，或者大丁黄术。总而言之，是这一类的方剂。上边要开手少阴之闭，下边要滋足少阴之水。这两少阴同病，这种情况有啊，而且是必然的。这可以说呀，是温病、温热病里边最为重的症候。这是单独的一个大类型了。邪夫阴愤这个类型啊，可以说呀，是营愤血愤症的后遗症。营愤症、血愤症经过治疗，邪气大部分已经解除了，但是呢没有完全解除，还有一部分，一小部分残留的余邪，但是呢它伏的部位很深，它伏在血脉里边，而且呢人体的阴液没有完全恢复，既有余邪，阴液又为负，而这余邪藏得又很深，伏在哪儿呢？阴分，阴分是指血脉之中。它的临床表现，夜热早凉，热退无汗，能食行瘦，精神倦怠，人老有疲劳的感觉，舌红少苔，脉细略弱，脉细略弱。怎么解释？夜热早凉，是到夜间就有低热，这个热绝不是高热，绝不会超过38度，热度不高，一到早晨热就退，白天不发热，到夜间就发低热，这叫夜热早凉。它和身热夜肾不同，身热夜肾是24小时都热，夜间最重。夜热早凉是白天不发热，夜间也是低热。到早晨天明以后，热自己就退了，你不用吃药它就退，但是退热的时候不出汗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邪气伏的部位很深。为什么会夜热呢？一个它有余邪，另外一个人体的阳气夜行于阴，阳气进了以后，它里边有伏邪，阴液也不足，阴阳不平衡，所以它就出现低热。白天阳气行于表，
它就勉强能够维持了，热就退了。但是热虽然退了，它不出汗，说明邪气并没有出来，邪气仍然深伏在阴分。为什么它饮食没问题，能吃？是因为它并不在脾胃，热邪在血络，不在脾胃，所以不影响它吃饭。但是呢，它不长肉，因为它的饮食所化生的精微都被那点余邪消耗了，化生成气血以后，血络里边有邪呀、被邪气消耗了，所以尽管它饮食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但是人老是消瘦的，不能恢复，被邪气消耗了。有邪，有阴虚，气也不足，所以他老感觉到疲乏，功能低下。因为他阴分有伏邪，又有阴液不足，所以舌红，苔少，脉细。稍微有点硕，因为邪不重，不会太硕。白天也可能就不硕，夜间低热的时候有点硕，也不是太硕。这个症候的特点就是说，邪气并不重，但是藏得很深，由于邪气的消耗，正气始终不能恢复，可以拖延很长时间，千言日久，反复不愈。怎么治疗？是清热还是滋阴？吴鞠通说，邪气深伏阴分，浑处血络之中。你说啊，邪气藏在血络里边，不能纯用养阴，因为你一补阴一滋腻，把邪气给补到里头了，因为血络里边有邪，所以不能纯用养阴。又非壮火，更不得任用苦燥，它热病不重，藏得又很深，你用黄连黄芩这一类苦燥的药，你清不着它，而且反而伤阴，也不行。所以既不能纯用养阴，也不能光用苦燥的药，怎么办？既滋阴又透热，用滋阴透热的方法，或者叫透络。因为啊，它邪气是藏在经络里边，所以呢，这个透热是从哪儿透呢？是透经络里边热，可以叫透络，滋阴透络法。代表方剂青蒿鳖甲汤，这个方剂是温病调变的方，它组织的也很有意思。它的组成是青蒿、鳖甲、生地、知母、丹皮，君药是青蒿和鳖甲。吴鞠通怎么解释呢？以鳖甲蠕动之物，这鳖不是会爬吗？这鳖甲是蠕动之物做的药，入肝经治阴之分，因为肝藏血，血络和肝有关呢，入肝经治阴之分，非常深的部位，既能养阴，又能入络搜邪，既能够滋养肝肾之阴，鳖甲咸寒入肝肾滋阴，又能够入络搜邪。它既然能够入阴分入肝经，就能够从经络里边去搜邪。所以鳖甲呀是滋阴搜邪，青蒿呢以青蒿芳香透络，从少阳领邪外出，因为少阳胆和足厥阴肝经相表里呀，青蒿能够透少阳之热，从少阳透出来。他这意思就是说，用青蒿用鳖甲进入肝经，把经络里边邪搜出来，再通过青蒿把肝经的邪热从胆经透出去，一个入阴经，一个入阳经。他怎么解释呢？他说这个方剂有先入后出之妙，先进去后出来，青蒿不能直入阴分，有鳖甲领之入也。青蒿是芳香透络的药，它清阳，它不入阴分。鳖甲呢，能作为它的引经药，能把它引进去。
鳖甲不能毒出阳分，鳖甲是咸寒滋腻的药，它入阴经不出阳经，它透不出来，有青蒿领之出也。怎么叫先入后出啊？鳖甲把青蒿作用引进去，然后青蒿再把淤血透出来，先入后出，他们两个互相配合，互相引经，所以他用这两味药。细生地知母滋阴清热，生地甘寒，知母苦寒，滋阴清热，丹皮心寒，它有透络作用啊，因为它味辛呐，能够透血中伏热。这个方剂啊，你主要在青蒿和鳖甲，一个领之入，一个领之出，使身伏在血络的淤血向外透，这是温热病。营分症血分症后期通过治疗以后，邪气大部分解除了，但是残余的邪气藏得很深，这种治法。这个下焦的温病咱们讲了三种类型，一类是真阴郁结壮火腐制，黄连阿胶汤；一类是真阴耗损，用附麦贝；再一类就是邪伏阴分，青蒿鳖甲汤。吴鞠通特别强调这三个方不能互相乱用。真阴虽然郁结，但是壮火还盛，必须用黄连阿胶汤，要有清热的泻壮火的，不能用附麦贝，用附麦贝就容易敛邪，因为它邪还盛，它不是纯虚。邪气入络虽然是残余的邪气，邪不重，也不能用附麦汤去补，因为把邪气补到里头了，不能纯用养阴，也不得任用苦燥。你用黄连阿胶汤行吗？也不行，必须入络搜邪，用青蒿鳖甲汤。真阴耗损，亡阴脱液，虚风内动，大虚，你还能用黄连吗？所以黄连阿胶汤不行，你搜络也不行啊，青蒿鳖甲汤也没有那个作用啊，必须填阴塞气，用附麦贝。所以它这三个类型不能互相错乱。最后咱们补充两个类型，一种类型是邪热已退，不管是气分症还是营分症还是血分症，通过治疗以后邪没有了，但是他的肺胃阴液没有恢复，肺阴胃阴没有恢复，津液不足，基本上痊愈了，但是呢正气没有恢复，哪方面呢？阴不足。这种类型临床表现也很简单，口燥咽干，病好了以后啊，老口咽干燥，或者干咳口渴，干咳没什么痰，老想喝点水，舌红少苔，舌红苔少，脉细，脉不硕，因为他没有邪了，也没有低热，并不发热，就是病人自觉有干燥的感觉。怎么治疗呢？肝寒清养，用肝寒的药来养肺胃之阴。代表方剂温病调变的益胃汤，益胃汤它的组成沙参、
三钱，沙参三钱，麦冬五钱，冰糖一钱，生地五钱，细生地五钱，玉竹一钱半，沙参、麦冬、冰糖、生地、玉竹，量都不太大，它可以清养肺胃，滋阴养液，生津液。这个方剂和咱们在风闻病里边讲的沙参、麦冬汤有何区别？都是温经调便的方，这也有沙参、麦冬啊，那也有沙参、麦冬，它们区别在哪儿？沙参、麦冬汤里边有桑叶，它是余邪未尽，肺胃阴伤，所以在滋养肺胃同时加一点桑叶透余邪，邪也不重，有点清透作用。益胃汤纯粹的甘寒清养，是在无邪的情况下用，这俩就这点区别，都是作用于肺胃。所以温病后期，津液未复，邪气已经不存了，用这个方子清养很好。第二个类型，邪热已退，气阴两伤，不仅津液没有恢复，气也不足，但是也不重，邪气已经退了，津液和气没有完全恢复，表现气短神疲，不发烧了，体温已经退了，就是有点气不够用，疲惫的感觉。胃纳或者叫纳谷，不辛，辛就是香，吃饭不香，没有食欲，食欲不振，精神疲惫，食欲不振，寐卧不安，夜里睡觉不好，口燥咽干，舌红少苔，脉细弱，嘴里觉得干燥，想喝水，脉象呢细而弱，这就说明啊，津液和气没有恢复，怎么办？补益气阴，补气补阴，但是要注意，它毕竟是热病之后，你还别大补，也是轻补，不要大补，代表方剂。温病调便的三才汤。什么叫三才呢？三字经上有吧，天地人叫三才，天地人是三才，他这个方剂组成就是三味药，涉及到这三个字，所以他起名叫三才汤。天是指天冬，二钱。地是指地黄，干地黄五钱。人是指人参，三钱。天地人三才。天冬和麦冬有什么区别啊？天冬比麦冬还凉，都是干寒，天冬更寒。麦冬入肺胃，天冬入胃还入肾，天冬能入肾，这是和麦冬的区别。它更凉，滋阴作用更强，用人参来补气，用天冬地黄来补阴，那不补益气阴吗？很简练一个小方。他说呀，欲复阴者加麦冬五味子，如果说阴虚明显的再加上麦冬五味子，五味子酸呢，
天麦冬、地黄都是肝呢，酸肝化阴。加麦冬五味子，欲复阳者，就是你想增强补气的力量，加茯苓甘草。茯苓能够健脾益肺，甘草能够健脾益肺，益气，增强益气的力量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偏于阴不足，加麦冬五味子；偏于气不足，加茯苓炙甘草就行了。这个方剂呢，不凉不热，很平，是吧？麦冬啊，不，天冬，地黄是凉的，人参是温的呀。人参是温的，又有凉的制约它，所以很平和，它补的力量很强，它是气阴双补。它和益胃汤有什么区别？益胃汤纯粹甘寒养阴，三才汤是补益气阴，两方面。关于春分病，咱们就介绍完了。我归纳一下，春分病从病因上来讲，传统认为是伏寒化温，但也有人提出来它是感受温热邪气，它比风热更重，所以初期以里热为主，或者是由心感诱发，也可以兼表，但是表证时间短暂，很快就以里热为主。那么它发病的类型，病变初期可以发于气愤，也有的发于营愤。那么分析为什么，就和体质有关了。如果是素体蕴热或者阳气不虚，就容易发于气愤；如果是阴虚火旺体质，就容易发于营愤。发于气愤的可以发于少阳、胆，可以发于胸膈，有轻有重，轻的是热郁胸膈，热郁胸膈，重者热灼胸膈，也可以发于阳明。发于少阳和发于阳明的区别，发于少阳者是郁热，发于阳明者是蒸热。一个有大汗，一个很热但是没有大汗，说明一个是热郁在里，一个是热向外发越，这是发于气愤。发了之后，由气愤的无形热，它可以发展到有形热界。不管发于胸膈、发于少阳、发于阳明，它都是无形热盛啊。那么这个无形热如果不解，就可以损伤津液，导致肠燥，出现阳明热结。阳明热结症如果是不虚，那就可以用三成气汤。但是因为春分病它热邪伤阴很厉害，所以往往又出现其他的变化。如果说既有阳明热结，又有阴不足、阴液亏损，那你就要增水行舟。如果说既有阳明热结，又有气阴两虚，那就要攻补兼施，既要通下，又要补气阴。如果说既有阳明热结，还有小肠的热盛，火腑不通，热结在膀胱，水热互结，那你还得加上泻热利尿的。这是气愤症的类型。发于营愤，初期往往表现为热灼营阴。热灼营阴如果进一步发展，它可以入血分。入血分的一种类型是向实症发展，出血；一种类型是向虚发展，伤阴。热灼营阴入血分，可以导致血热冻血，也可以导致血热冻风，还可以导致血热蓄血，这是不同类型。总而言之呢，这是向实发展，或者出血，或者淤血。如果阴伤的厉害，向虚发展，就可以深入到下焦，损伤肝肾之阴，导致心肾不交，肾阴已虚，
壮火还盛，真阴运劫壮火复炽。再进一步发展，就是真阴亏损，肝肾阴液大伤。再进一步发展，就要亡阴脱液。这是整个它这么个传变情况。在传变过程中，可不可以由气分入营分呢？它不是发育营分，是发育气分，但是由气分向营分发展可以。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出现气营两分。可不可以由气分入血分呢？血分症不一定都是营分症发展来的，它可以由气分传入，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气血两分，又是一种类型。温热病、春温病经过治疗，特别是营分血分症经过治疗以后，邪气大部分已经去了，但是最后有一点残余的邪气没走，藏得很深，混在血络之中，就出现邪伏阴分。那治疗你就得透络，不透不行，纯滋阴也不行，纯苦寒也不行。不管是气分还是营分还是血分，通过治疗以后痊愈了，但是没有完全恢复，病是解除了，体质没有完全恢复，也有两种表现形式。一种是阴没有复，热已经退了，阴没有恢复，那你就要甘寒清阳复阴。再一种是气阴两伤都没有恢复，那你就要补益气阴，既复阴又补气。你大家回忆回忆，讲这么多内容归纳起来无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下节课咱们再用一个图表把它贯穿起来，给大家复习一下。这次课到这儿，下课。